主播3600遍，今天带你变身狗导演 ，Action！ 我回来了。好乖啊，好乖哟。哎，他不理我。丢胸！短短3秒的人狗相拥画面，实际上拍了至少20分钟，还是靠狗导演帮忙才有办法跟狗明星沟通。小弟弟趴好，好，这个时候看起来心情就比较差一点。这就像生气的样子啊！镜头里狗明星的喜怒哀乐，全靠镜头外狗导演的指令。熊爸说，狗狗当然不会演戏，但要让它看起来很入戏，狗导演的动作训练还有口令很关键。看到那个广告里头都是那种一起跳舞的，对，它有办法跟我一起跳舞吗？可以可以。到底有没有可能，我也可以速成，急速达成？转加速转，对，很好。乐乐，你说这边。喵喵喵喵！哎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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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我可以知道导演他要的是什么，然后用我让狗狗可以了解做到的方式，让它表现出导演要看到的那个画面。他有一个镜头，他要跑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再跑掉，那一直没有办法做到，因为环境的关系，雨很大啊，然后有一些声音，包含柯震东也拿着雨伞在那里等狗，那玩了一下，哎，他突然间精神好了，马上一镜一次就拍完了。想要当一位狗导演，目前在台湾呢没有一定要考的官方证照，但你必须一定要是一位狗狗的动物训练师。初级入门者呢月入大概3万块左右，但如果你变成了狗名导，这月薪可是上看15万元。就是这神奇的幕后推手，让聪明可爱的狗狗能要上荧幕，翻转人生，成为狗界大明星。